各位电视机头前，伟大的台南乡亲、市民头家，大家晚安，大家好。小弟是市长候选人，登记第三号，贾良介。台南庆声八十八声，今仔日进入第十天，咱的市长赵青江一直回避这个重大的治安问题。为什么讲伊回避呢？因为这是伊的团队所制造出来重大的治安问题。伊讲有人咧政治操作，治安的问题那是政治操作。一支冲锋枪还袂抓到，伫台南市藏伫倒，一当时要阁走出来，要阁开枪，无人知。开枪的战争日，高雄市伫大寮同款开十五枪。单机卖市长，难道伊有那政治操作吗？伊出来要求警方限时爱破案。十四点钟了后，十四点钟了后，八个歹徒拢擒拿到案。行车执押，八个拢总收押，这就是首长的态度问题。治安是何等的重要，袂记得咱八月两个警察因公殉职吗？夜枪的去夜刀的台死啊，这就是警察超勤过劳，用生命换来的治安不足处，因为治安爱投资啊。台南市的警察。减要到一千个，减九百外个。黄市长无要投资，今年警察局长甲送出预算，阁减无退回，到甲这两个警察因公殉职，较重新改变，无法度迷雾丢苗，参林克骨正伊都无法度。所以，这个枪声阿边的背后，就是牵涉着台南市整个太阳能发电的利益。台南市太阳能什么人在瞧？洪开清的，就是黄伟哲市长，你的竞选总干事郭在钦先生。那么，郭在钦先生嫁到某一个嘉义员，被人开清了后，地方讲甲风风雨雨，到底是什么款的太阳能公司有这么大的利头？规个七股到甲半门罗德高到客家，规个将军一代。我有讲过，只要我贾良介当选，包括七股大条狗，包括罗德狗，人家所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些住户因要求的是一个生存权。咱无反对太阳能哦。能源政策，中央讲核能要停止，那么绿能咱会支持。不过伫绿能支持的过程中，有人把手伸入去。有人把手伸入去，甚至动用公权力排除住户，甚至住户出来抗争淡薄啊，竟然把你压起来，搁甲告。所以你用着你的警方的优势，一个市长哪会当用警方的优势去排除伫只带两三百栋的住户？因诉求的一个居住正义甲伊的生存权利，叫你甲太阳能板退后甲一百公尺，你做袂到。安尼，你甲安落四十公尺就安落，所有的住户引导，咱家那三十度，伊爱三十四五度呢。所以，这个不公不义，我当选了后重新审视。问题唔是干那安尼尔，是啥物人甲手伸入去咧这利益？哦，原来就是咱市长的竞选总干事啊。所以，恁敲敲钢钉啊，敲太阳能，敲到即马开枪啊！听到枪声，你煞会着生惊，一直回避，我都破案，我都破案。我请问你，这支乌枪一当时要阁走出来？莫怪市民民心惶惶。这两日枪仔出来给我扭曲、抹黑、丑化，伊的发言人啊，人家来给我讲，原来李退之发言人竟然也是这间分霸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啊。请问市长，这是你？甲桥的吗？这位，或者是你的总干事郭在钦先生替伊安排的？啊，恁是有偌济利益，偌济空头？恁在规个甲规阵呢，拢总甲太阳能有关系？可怕、可悲、
可恨了。会记得咱的好朋友赖清德副总统咧担任市长的时阵，伊跟我有意气之争，有立场之争，政治立场无同，但是大家互相尊重。赖清德市长为了台南市的财政有付出真侪努力，所以交下一个袂歹的基础落来。尤其伊对着台南市这的政务官、这的局处长要求，什么饭袂使食，什么酒袂使啉，什么场所袂使去，是我咧强烈甲监督的中间发觉的这款约束政务官，整个市政府的官金真水啊！结果，清德兄甲这个优良的市政府交到你黄市长的手头，官金败坏啊，官商勾结啊，行政不中立啊！你的局长竟然用着市场的建设要去换50票、100票，那无票就无要共开发，无要建设。那无这个人员，包括你的总干事，你讲啥物咧房地产偌济，我将近20栋啊，我的资产哦减一半。我这20栋拢伫恁民进党执政做市场经营下，我抚养无愧。我呢欢喜做甘愿受。所以我资产减到剩一半，我无话讲。我变选举，我就负担沉重啊！因是双手两片姜，大家各家各来争取，乡亲时代会当平感。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你甲看讲这个团队来扭曲抹黑以外，整个伫赖市长所搞落来，即马是变作官商勾结，一个市长去用扳平。去用控制，市长不是讲一定爱外有能力呢，但是你爱善用这政务官，你不是，你让这政务官呢介入商业利益、太阳能的利益，包括所有开发的利益，包括参 LED 的利益，拢总介入，尤其建筑的利益，你修化他人。你甲想看你的竞选总部一块土地遐大地，你含建商有啥物暧昧呢？你是甲建商租的吗？是安那？你的竞选总干事郭在钦先生拢伫遐咧瞧，了后甲这做工程的、这要寄付的拢伫遐咧瞧，你为啥物无要说清楚呢？甲市民报告清楚啊！所以，尤其我提出。老人健保免费的时阵，伊竟然讲这是了尾仔囝的政策，所以拄我咧讲要照顾老人，我是来讲的听听就好。若要照顾，即马就会当照顾。我讲 T bike 要改做 U bike， 哦，伊即马改了啦，终身如流，好代志嘛，为城市进步好的代志，你会使对，毋是我开的政见你袂使对，所以我开老人健保免费，营养午餐免费，你即马就会使宣布。你若无宣布11月26当选，我犹原继续执行嘛。所以照顾老人爱脚踏实地，付诸行动啊。尤其照顾咱的囡仔，我一直讲到照顾咱这小朋友。伊讲6岁以下要做伙饲，一个月给你5000。我甲你讲，这毋是伊的，毋是台南市政府的。你毋好甲蔡总统因挂丢啊尾，做人爱孝道嘛。我的政见这条我唔敢扛了，为什么？我拢会宣布，这条是中央政府补助你的，每个月5000，第二梯6000，第三梯7000，我的市政府每个月佫加3000给你，8000、9000、10000，无足济，但是略少补助，因为你请一个年尾，得爱2万，我知影无够，所以少年人，我是减轻你的负担，老人健保免费，嘛是减轻少年人的负担。营养午餐免费，嘛是减轻少年人的负担。伊三天前政见发表，黄市长讲伊哇省200亿个，所以各位市民头家，各位屋里上屋巴上，安尼你都有听到，两届啊开的政见，唔免200亿，4栋照顾老人家囡啊，100亿来开就有啊。啊，伊会当省200亿，安尼伊是安那无要照顾你，哦，因为。伊的思维真简单，
伊认为伊稳到，伊唔免做代志，唔免照顾你，讲恁的票会搁甲断落去，所以梁家也感觉真受气，伊甲咱的老人当作软干那麻子，这唔对，咱唔是二等国民。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拢有补助，甚至偏湖家人拢有补助。独独咱台南市的老人变作二等的国民，这是梁家唔甘的所在啊！所以我有所长，有有所长，必须该有所养。做一个市长是这个担当的。我会记得在六十年前，我刚出事那天，台南市有一个东南亚很漂亮的儿童乐园，叫做天林儿童乐园。那么经过十冬了后，改做元宝儿童乐园。搁再经过十冬，刚在四十冬前，政府单把那个乐园改做建地，让伊去起大楼。即马你来去开园看，遐得一二十栋的大楼啊。但是有约束，叫伊爱另外找一片土地，甲咱起一个搁较大、搁较水的儿童乐园转来。大楼起了，钱卖了，儿童乐园有甲咱起无？没有，这嘛是官商勾结。所以大家目睭爱白乌金，我主张。不但是老人、少年人的福利政策，我要让咱即马少年的囡仔，四十岁以下，咱的台南市民几乎无当然啦。我要让恁有一个未来美好的回忆。我会引进呢主题乐园，儿童的主题乐园，对吧？所以未来咱的囡仔唔免阁奔波去到外地佚佗，照顾老人、照顾囡仔以外，咱的交通呢？今仔交通问题，今仔农产品问题，无人要面对。我去骑车，讲要去南科实验塞车之苦，你也无塞到，啊，你才会知影要安怎解决。你也无骑倒摆，也无开车上下班，我家己骑，家己开。咱的市长竟然放风声讲，警车甲我开刀，选举建功的白菜话啦，哦，啊去拄到我这卡达实地。因串供哦的白茶话，讲有警车给我开到好家在。迄天我有直播，我正面直播对六甲顶灿军，骑到到南科管理局。啊，网友嘛知影讲，啊较奇怪，市政府在讲你警车咧给你开到。所以这就是恁的市长哦，白贼敢讲，官商勾结。包括灵骨塔的业者，伊是正面去甲比一支，食两摆饭，伊讲食一摆。我甲问，我讲市长，啊，你着食两摆饭，你才讲一摆。哦，你另外一摆是食三个菜团，拍包转去呢？嘿，人有人情理，贼有贼情理的。伊反应我那真紧，甲我讲，无啦，食议员打包的不算吃饭呐，打包就不算吃饭。变话骨，消遣民节。扮猪吃老虎，这不是咱的市长，因为咱这个城市已经败坏去啊，和地下市长控制掉的，一个在敲钢钉，一个在敲长照，一个在敲太阳能，一个在敲林书，所以你想啊，无去用扳平，你该借一千七百万，唔免还，也无设定，阮所有的资金，倒一个借钱唔免设定，哎呀，我钱借人嘛是爱设定啊，你讲伊唔免啊？啊，唔免你是替阮台南市的标案去行伊吗？是不是？你敢有要讲我清楚？啊，你的基金会是接受你的总干事甲你投内呢，甲你赞助，你敢唔免讲我清楚？所以，伊讲我用苏南城老市长，迄、那个马上办中心嘛、啊，迄是替死啊！嘿，伊看无上杯，伊也要做庙公。四五十年前。无赖，无唔对，但是这个马上办中心，不管有赖无赖，当你即马有赖，有1999，有 FB， 有 email， 市长敢有咧甲你回？无，各位市民头家，我的苏南城老市长马上办中心就是讲，下早8点到下暗12点，哦，这无关门，有人轮值伫遐上班，我会登记伫遐，新营甲台南两个市中心。那么市民，您有来，这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官商勾结、官商败害，
这个官方的文化腐败，所以需要这个马上办中心由市长直接监控。那么什么人是市长？185,000的市民跟我，咱是斗阵做市长。这摆应该是邀请咱大家人做伙来做市长，所以市长是会在8点到12点要拍开，随时等市民头家你来。这是一个公开的舞台，这嘛是一个民主的舞台，什么声音拢有。你会使学了黄伟铁，你嘛会使批判黄伟铁，你会使学了贾良改，你嘛会使批判贾良改。所以我招伊辩论，伊唔敢，啊个淡仔暗箭相连呐，叫盲军呐，叫一时五狂啊，丑化抹黑他人，非君子之风啊！我是正面直觉，比清廉可以哦，比能力可以，比才调，比气魄，比胆识。一个市长担惊死，放惊飞，所以真侪代志伊唔敢做。伊的资料拢是人提给伊的，叫伊安尼讲、安尼讲、安尼讲，拢遐地下市长提供的。所以要做啥物代志，要做啥物代志，最后伊无法度决裁，包括人事，包括局处之间，拢总是地下市长咧决定，包括最大的空头利益，太阳能。所以这个市长一定爱清气象，爱有气魄，爱有担当，爱敢担。未来所有的不动的建设，我拢会重新审视一摆，一定要审视一摆。你甲看一个安平港跨港大桥，我讲要重新审视，这条的经费对交易铺甲变18亿，18亿进前铺出来发布新闻了，我开始讲要重新审视，所有的标案提出来看卖啊。结果2礼拜前公告要发包。因降落来15亿，我还未当选，就替你市民头家省3亿。各位市民头家，水足深了，我嘛知影，这场选战是改变的开始。台南市今仔日正面临历史改变的开始，30年无轮替，换人做看卖，比较会知影好歹。所以我知影乡亲时代真侪疼惜民进党啊。就不甘民进党无做，所以因跟我沟通讲谅解啊，你开出来这证件啊吼，老人健保免费，营养午餐免费，生囝补助1体3万，2体5万，尿珠啊免钱，女性冻卵阁补助3万，实在真好啦，啊照顾我这老人，不过吼背当上久，所以我甲这奥利桑奥巴桑承诺，会做的大家轻盈，未做的大家枯燥症，有能力。我4当会当做别人8当的工作，恁一张选票转给我，我做4当，4当内底我做8当的工作，互恁看，互恁验收，所以你也免烦恼的伤久，拼看卖啊，30当都无进步嘛，30当一年如故，所以互谅解啊，4当用你最新型的一张选票，卖讲叫你博台南市的将来，用你最新型的选票。站在你的面头前，这个贾良改，20当来，我是等于一个透明人，给恁全民专业的监视。所以，你手中这张宝贵的一票，11月26日是改变台南市最大的武器。有魄力的市民，才有法度选出一个有魄力的市长。你有智慧，有魄力，这张选票你决定转给三号的。最后就会产生一个有魄力的市场，不是在那官商勾结的市场。所以各位乡亲时代，抓住您20分钟宝贵的时间，但是这是咱城市毋忙的开始，幸福的未来掌握在你的双手。信来吃两家一摆，你给我一摆机会，我做4当；恁给我4当，我保证给你幸福40当，搁再给你报告一遍。我所有这个政见、福利政策一当来，那是无履行、无实现。我贾良改，司职甲这奥利桑、奥巴桑，甲这长辈时代，甲恁谢罪。希望咱的城市，达地更加好，嘛应该更加好。登记3号，贾良改，望恁的疼惜，望恁的关心，拜托，拜托。